宏基公司台湾区总经理林显郎总经理。非常感谢评审代表教育部电算中心的副主任韩善明副主任莅临。欢迎宏基基金会的执行长赖启明执行长。感谢国立交通大学廖威章副学务长莅临。同时国立交通大学课外活动组郑志仁组长也一起陪同出席，谢谢。向我们欢迎宏基集团的创办人，同时也是宏基基金会的董事长施正荣先生。宏基数位创作奖就是在台湾进行，但是能放眼天下的。来，首先我们欢迎副学务长，是不是来拿一个拼图，我们先拼上。好，来找找看位置，就这样。在哪里？哎，好，来，我们的赖执行长，是麻烦再下一个拼图。好，谢谢，再来，赖副主任，麻烦下。台湾放眼天下，但是林总经理，好，现在是施创办人，我完成这世界的拼图，谢谢。创办人，能不能看这边一下？第八届宏基数位创作奖活动起跑典礼正式启动，然后我们也请五位贵宾都一起上台来，好不好？一起合影，董事长来，吴同学一起，组长一起，一起来合影。第八届宏基数位创作奖从今天开始受理报名。到11月30号之前，请各的中学生把数位创作的作品投过来，有非常好的奖品等着大家。希望所有的中学生告诉我们，世界上你感觉到什么样的改变？你想要改变什么？同时，也用数位创作去触发改变。